視覺關懷計劃跑落入運分地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活動的司儀添文肥，我們看看大家的掌聲。很開心可以為到這個活動擔任司儀的工作，因為我相信今天無論小朋友、大朋友、工作人員、義工團隊甚至表演團體都跟我一樣，是為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出一分力。喂，陳以誠醫生，同你握下手先啊，傅小姐，多謝你今日去介紹我哋認識呢個導盲犬男孩。我真係揾唔到人同我去，我再揾唔到個義工同我去醫院，但佢識得帶我一路去到個病床。去到個病床前，大家都好驚訝，話呢只狗可以帶你嚟到呢度，好可靠。係啊，好可靠啊，真係我好安全去。咁等我咧同大家講下咩叫三不一問。小朋友，陣間可以一齊同陳醫生一齊唱呢只歌，好唔好啊？细的保养，咁样都唔得啊！好啦，你哋呢套话剧练咗几耐啊？唔知。我可以一路行，一路食筋啊！咁我哋快啲攞翻奖品嘅奖品出嚟啦！多谢你哋自己嘅参与，亦都多谢现场咁多位义工朋友、咁多个团体嘅出力。你哋嘅参与令到成个活动嘅成功咧系好紧要嘅。希望大家喺余下嚟嘅日子，甚至往后日子，继续支持我哋呢个咁有意义嘅计划。我哋呢个儿童视觉关怀计划，亦都希望以后嘅活动再次见到大家。多谢晒大家，希望大家享受剩低来嘅活动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